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欢迎收看2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让民众安心过年，过年期间警方都会进行大型的春安维护。今年对3号暗时10点开始执行，重点是放在金融机构的安全、交通、所得等方面，强调以服务优先，并无将刑案加以绩效评比，都希望让刑警的工作正常化。为了让民众会使安心过年，警方伫过年期间都会举办大型的治安维护工作。今年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对3号暗时的10点开始展开。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到警察局第四分局听取工作报告。市长强调，这次的专案有三大重点：治安平稳、交通通顺、民众安心。一方面是希望说，在年节重要节日的时候，能够给市民朋友以及这个来台南的这个朋友们一个安全的以及舒适的交通环境以及安全的治安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除了平常的这个工作的绩效之外，最重要的是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意料之外的，包括交通事件、包括治安事件、包括暴力事件等等的事件的发生，那这端来我们平常的这个努力。那我想现在也正值学生学校放暑寒假的时候，那希望说也维持一个给青少年朋友们还有同学一个安全的环境，尤其晚上过晚的这个喧嚣不仅危害安宁，而且妨碍安宁，而且对于这个治安都有一个隐藏性的不利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也特别来看我们警察同仁对于一些八大场所以及一些特殊有治安疑虑的场所的一个巡检，还有加强路检，这部分都是要做的。这次的春安工作也做了部分的调整，取消过去刑事案件会纳入绩效评分的部分，改成预防犯罪甲交通疏导等面向，强调服务为重点，希望减少过去涉案的状况，让警察的工作正常化。除了刚案件发生的这个部分之外，也有这个正面的服务民众，包括互抄，包括这个交通的疏导，包括这个一些正面的服务的这个也算是绩效。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就过去曾经有一些是平常已经知道哪里犯罪，那平常养案，现在来呈现这个部分，对于现在现实的治安状况来讲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那正常的状况是说，民众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民众需要互抄的时候，民众走失需要协寻的时候，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能达成任务来解决民众的问题，这也算是服务的绩效，那也算是我们绩效的评比。有这个部分，还有平常预防犯罪如果做得好的话，在犯罪就不容易犯罪案件不容易发生，一发生马上就能破获，这样子的话也算是一个绩效。所以从这两个绩效比平常已经养案了，那个我觉得其实那种旧的方式不是民众能接受的。会后市长也将往警察临检的路口了解这次执行的状况，同时慰问辛苦的警察人员，感谢因为民众来维护治安。警察局也再次呼吁市民，这段时间如果有拄到警察的临检，请用路人配合，共同守护大台南。但新闻国播已采访不得。过年期间，各大景点人客人加上塞车，敢若一定无法度避免。特别今年因为疫情，佫无法度出国，所以国内交通呢面临更加严格考验。对此，市府公告拟定在大景点的疏运计划，希望大冲击台南交通的冲击。每一当过年期间，市府神经拢变较安安，拄来要提供顺畅的交通环境，减少民怨。今年更爱加强防疫。交通局表示，其实过去透过连续假期，拢持续检讨相关的管制、交通的接驳、加停车需求。所以今年过年七天的假期嘛，同款执行。特别伫安平古堡、车坎楼以及孔庙等在大景点，拢实施人车分流。也就是管制车辆不得进入景点，又就是相关的行车引导资讯，都需要民众上网站或者是台南好停等 App 来查询。我们会针对我们刚刚提出的12个景点，我们会做
这个区域的监控，特别重点的监控。好，那那个周景点周遭的道路拥塞情形，尤其是市区的这些景点。好，那我们运作模式大概各位都知道，各位去过我们交控中心，好，我们就会把它群组在一起。那这个主要的这个道路，好，大概方圆一公里之内的，那如果遇到这个看到交通拥塞，我们因为警察局会派员进驻，那我们就会去请警察局现场来协助员警协助这个交通疏运，就是请他在找一个入口、两个入口、三个入口前就应该要改道，不要进到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上面来。不管你是路过，不管你是经过，不管是你还停留过，都要让大家好过。来台南，希望说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防疫健康游，但是不要塞在路上，不要路这个没无端被拖掉，好，那但是严重的违法我们还是要处理的，好，那一些地方的公共工程在春节期间为了维护整个这个品质，好，我们还是如果不考量不影响到公共工程的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是原则上是停止施作，那可以让大家会有比较顺畅的这个经过一些施工的区域。为了第一时间处理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高雄局嘛开设疏运指挥中心，对2月12日到2月16日每一天拢值班，随时监控主要道路的车流状况，嘛且配合警方的指挥，一旦有交通的状况，民众买单回报专线06-299-8229。台南新闻军及何琼芳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配合军方推动活化沿海土地，其中位于东区边城野区第一期的都市更新开发案，四个商户甲业者正式签约，预计2024年先完成180户的社会主体，嘛成为台南市目前7位公办社会主体当中上贵的黄金地段。这片台南未来发展上有潜力之一的开发案，100%是国有财产属的土地，委托台南市政府来进行都市更新招商，也是近年来市府配合国军推动活化沿海土地重要指标。日前经过严格招标作业，主要由各城建设得标，上午市长吴伟特亲自出席，甲董事长蔡丽环代表签约，场面盛大热闹。好，请签约。青年工程站不站？站。国城建设站不站？站。古都建设站不站？站。台南市站不站？站。大桥表示，透过政府甲民间协力，伫边城野区第一期8000多平土地，无想取得独栋180户的社会主体，已经是全国首创，渴望为市库节省20亿的经费来落实希望家园。那这个案如果开发完成之后啊，市政府大概可以无偿取得大概18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啊，来提供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族群，还有弱势族群啊，以后啊来这个申请啊来居住。所以这个案实际上是一个军方市政府合作之后啊，然后也加惠地方，提供一个弱势者未来居住的这个生活空间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优良的典范。过去政府兴建社会主体都是较偏远的地段，即摆台南设置边城野区的基地，靠近南澎小东路，市场表示已经是两年当中的两年，也予地标的建设公司表示责任重大，不过真有信心会当如期如期完工。国城建设啊，跟我们的德标啊，跟我们台南的辅都建设啊，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强联手。那台南市民获得了什么？第一个，中央政府这个土地能够啊标售出去；第二个，啊地方政府因无偿取得了价值20亿的青年公宅；第三个，年轻朋友们啊可以这个用一个非常合理啊甚至是优惠的价格就能够进驻这个台南市的蛋黄区中的蛋黄区最精华的区域。责任很重。但是我们会有信心很愉悦的、很快乐的把这个案子如期的把它完成，那建立起好的一个合作模范例，对公公来合作，公司来合作，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发模式。尤其这个社会宅呢，
因为这块基地特大了，8000多坪才有这个独栋的一个社会宅出现。如果在基地2000-3000坪的话，可能这个就没办法了。今天是国三署把这块土地拜托市政府来开发，才有这个机会。你们谢谢国三署，谢谢国三署啊，谢谢。四合商务完成签约以后，一同来完成多经新扎，预计112年动工，113年社会主体的渴望完工，全区则是116年完成。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议会观察联盟四合公布第四摆定期会议员评鉴的结果，联盟表示，这摆定期会新有算，扣外加开2摆临时会才完成所谓审查，对这款结果表达相当遗憾，所以强调这摆拢无列优质的议员，只公布台观察议员名单。台南议会观察联盟四日上午伫奉茶18号茶屋召开记者会，由第四次定期会并干召集人陈佑维、台南公民智库执行长黄建龙、新台学代会议长高木轩、台南青竹公学召集人罗清真等人共同出席，公布这次台观察议员的名单。上届是这谢望才艺人啊，五党籍谢望才艺人，叶欢首席16.12分啊。那上面十位议员分别是从国民党的谢龙介、民进党的郭兴华、五党籍的吴怀，一共是75位。台南市议员执行预算审查，应该要担负起为人民权益监督市政的责任，为人民把关预算的编列。那市议员的职责包含出席定期会议、质询市政、研究提案、预算审查，来监督地方政府。是啊，无爱伫第一届临时会上尾的时阵，延长一点钟，然后来通过，可以解决。搁加开一届的临时会，而且临时会后半段的部分拢是做业务报告，业务报告是最上是正式的会议内底就当进行，无需要用临时会议，毋是一个真重要的议题。啊，结果变成。第二届临时会内底真侪拢咧做啥，拢咧做政治表演，所以安尼个目前安尼个议会就是讲，伊无法度伫即个有算应该要通过任期内就对啦。即种个所谓个每次都要延到隔一年才进行预算审查，让它通过。另外，伫即处优质议员个部分，因为今年度个总预算并无伫旧年个定期会通过，是事后召开2届临时会才通过，所以台南议会观察联盟决定将即处个优质议员重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扉页。敬请锁定每晚8:30第三公用频道。台南市东区大同国小财务教部数位学习前景推动计划，将南台南火车头的空间活化，而财务学生充分利用学校被断掉的桌椅啊，结合设计师的课程，用木工改造出一台火车头的装置艺术，相当特别。台南市东区大同国小的学生透过创意思考的课程。伫个寒假期间，是坐到玩具医师的木工厂来学习木工具的使用，利用3天的时间进行老车站设计课程。透过学校废弃的课桌椅，结合南台南火车站进行空间的改造，不但打造出一台课桌椅堆叠蒸汽火车头，另外嘛伫个火车站内面。因着上课活塔的空间，南台南车站，我们说它是一个闲置已久的空间，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活化再生。那我们经过了跟孩子讨论、跟设计师讨论之后呢，我们想到学校其实都有蛮多以前的课桌椅，其实它是闲置在学校的一个地下室，因为久了没用。那我们就想，我们就是让课桌椅可以一个再生再活化。
那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跟设计师跟孩子讨论之后呢，就真的进行这样一个绘制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发现到课桌椅真的很好用，桌子椅子我们几乎呢可以运用到的地方呢都没有浪费掉，所以呢这个再生课程我们觉得是蛮有趣，而且孩子真的操作的机具，然后他都有按照老师跟他们说 SOP 流程，因此我们进行两天在木工厂的实作课程之后，我们今天呢把我们实作的东西拿到南台南车站做一个真的的一个就是放置，让我们的火车意向，我们火车头的意向先出来。二十位左右大同国小五六年级的学生，分作五组，有木工组、火车头加钢琴组等，每组大约三四位。在学校老师加玩具医生达人吴思学加黄金龙的指导下，上午完成蒸汽火车头的组装。每组小朋友对无够有。透过创意的思考发想，结合实际实作，每一位都受益满满。南站它以前是一个火车车站，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火车头来象征它以前的历史任务，让更多人来看见南站。其实客座椅它已经有帮我们固定好，就是它这个型号，我们就只能利用就是有限的材料去制作这个火车头。我们在制作火车头的过程中呢，我们学到了团队合作，并且呢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废弃的课桌椅呢把它制作成一个全新的火车头，就像是把南站再重新利用一样。这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们用了很多工具，刚开始我在用的时候觉得有点恐惧感，但是最后老师让我们实际尝试这些工具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没有那么恐怕，没有那么恐怖，让我们克服这个困难。这钢琴是就是我们钢琴组一起做的，然后它有分两个部分，然后我有被分到做黑键，然后它要上颜色，然后它比较就是要看它的纹路，然后才能去上，不然干掉会比较不好看。然后这个部分我有问比较会的同学。最后有克服这个困难。台东国小校长李淑珍表示，因为现在空间南台南车站原先是无灯，透过所谓学习的推动，利用太阳能来发电，已经将原先破旧、乌乌暗暗的现代空间来改造。目前内面有两个空间，一个将打造成上课阅读，另外一个空间将做展示。未来也将邀请火车迷苏昭旭老师来做定期的展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防止校园滋生病媒网，大成国中伫教育局、国际扶轮社以及家长会赞助，铺设天高者防疫纱网，三号举行观景仪式。但是副市长柯玉德也代表市长出席见证，场面相当温馨。南区大成国中占地5.48公顷，但因为人力有限，防疫维护无容易，所以学校除了落实天狗日病毒网、主生源清毒以及定期巡检等防疫措施，并伫校内水沟挂、水沟空加设防疫网，但随着使用时间久，防疫网老旧需要汰换，总经费需要24万元。对此，市府教育局补助9万元，台南市北扶轮社赞助9万。其他的款项由大成国中家长会负担，共同来维护学校师生的健康。我们今天透过防疫、防治登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由这么多的这样热心公益的扶轮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集合力量。那透过大成国中这样的一个学校，我想校长平日应该是非常热心，然后也能够把大家的力量纠结在一起。台南市8个扶轮社的社长跟我们的秘书以及我们的社友全部到了现场，这个场面真的看得很感动。然后其他呢，我们不足的经费全部呢都是由我们家长会来资助。这个机会其实要特别感谢总监，来甲各位社长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服务，还有咱的登革热防治。在座各位社长，咱秘书、社友，咱拢知影，咱今年的主题就是扶轮拍开机会。这个机会呢，
就是讲如何来实现这个机会，就是讲咱为需要帮助的人来甲拍开机会。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社友伙伴，你们都有掌握住了。国际扶轮社蔡友仁助理总干表示，协助学校做好天狗的防疫是真重要，而且较易的代志。这也是国际扶轮社社区服务的重点项目之一。参与这次赞助的总共有中区、东区、西区、东南、台南、义载、梦时代、幸福等八友社，做伙来帮忙学校做好防疫准备。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但是一名40岁电信男子因为糖尿病加高血压引发尿毒，已经失信6-7天。日前医护人员发现伊的血管上压已经影响失信的功能，经过血管扩张手术的治疗，已经当继续安心失信。基米医学中心肾脏科为提升乐观的照护品质，使用医护的电子表单系统，对建立初次的使用乐观，第一件注射评估记录。记录罗冠的照护，每个月评估，然后甲院内的病历系统来连接，不但让电子表单更加有效率，而且透过定期的评估甲记录，会用个避免罗冠完全来脱掉诶。管的话，其实我们分为2种，一种就是自己的瘘管，一个就是人工的瘘管。那自己的瘘管的话，是将动脉跟静脉互相的连接。那如果是人工的瘘管的话，就是外在的一个管子，然后接在血管里面。那通常一个病人做好瘘管之后，他是使用一辈子的。那除非这个瘘管已经坏掉了，不能再用了，才会建置新的瘘管。那当然，在洗肾的过程当中，其实瘘管会发生很多的状况，比如说狭窄啊，或阻塞，会有血块等等。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心脏血管内外科或者是放射诊断科来进行一个经气球血管扩张术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做完之后，等于是一个修复的动作，瘘管就可以继续再使用。那扁担系统的话，就是由医疗端自行设计，然后设计完之后呢，再跟资讯端做连结，所以它可以根据医疗端的需求，然后达到很快的效率就建立血表单。那我们建立表单之后呢，由医疗端填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做后台的统计，包括说，哎，这个月有状况的病人是多少，或者是病人的话有哪些呢，在这个月去做一个手术，那可以对我们的资料做更多的分析。因此，我们透过电脑医院的eFont的表单来建立我们瘘管护照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洗肾的病人洗肾的品质更加提升。基米医学中心肾脏科医师陈瑞义表示，洗肾的瘘管是洗肾患者第二条的生命线，透过病人的心脏血管内科、外科、放射诊断加肾脏科的跨领域合作，不但能够掌握病人的病况，而且也能提升洗肾瘘管的照护品质，和洗肾病人的安全搁再提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日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16度到23度，白日好，海面变滚风烈，4级到5级，上加阵风7级。感谢收看《二月4号》中间台南新闻，咱再会。